OK， 那今天收到了一个淘宝的包裹，它是我第一次在淘宝上面买东西，然后寄到的地方是纽约。那买都是一些小东西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 comment 那边留言给我，我会回答你。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呢，是我买了三张自拍神器的贴纸，然后就是贴了这个贴纸以后，可以保护好照相机的外面的外壳啦，不让它受损啦、磨损。贴完以后会在视频后面放图上来。然后再接下去呢，介绍的是还买了手机壳，跟前面这一个照相机是一样的花纹。最近还蛮萌这种蝴蝶结图案。他送了一个小的，这个是镜子吧，应该是，还有心情便条，这样。接下去是这个手机壳。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还蛮萌水冰月的东西，然后男朋友一看到这个手机壳以后就直接吐槽，软壳的防摔，就是看见它防摔，然后颜色又蛮。鲜艳的份上就买了这个，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大眼仔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喜欢大眼仔，那个绿色和那个蓝色拼在一起的那种颜色的搭配，感觉超萌的，也是跟那个雪冰月一样是软壳，防摔比较厚的那一种。去呢买了几个本子，先是这两个是我拆了一本，是他就我男朋友一看到包裹来，先把那个包裹拆开，我的东西不管，就这个盒子拆开，包装的还蛮好的，都没有坏掉。里面手账本就是牛皮纸啦，里面，然后有信封，可以把它打开，里面可以放一点你的照片啊，还有那个小的东西啊。然后再接下去就是里面是这样子有格子的，这种各种格子，然后里面是宽格，最后是宽格，然后在最后是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像 folder 一样的东西。平时的话就里面东西越放越多，就可以把它这样子拿着皮筋扣起来。两本一样，不一样的花纹，还买了两本四个，随机的，就是随便挑。我就想说平时上课的时候可以拿来记住。这个都还蛮好，这个大小的刚刚好。双眼皮贴，我喜欢用这种网状的，会比较自然一点，不过要自己修剪。还帮我男朋友买一个这个帽子，不是很贵，20多块钱，做工还蛮好的，给他上班的时候戴。再接下来就买了一个这个，就是洗澡卸妆的时候可以用来固住头发，然后不把头发弄脏啊。